你好，我叫野贤，我今年25岁，来自上海，我在金融行业工作。哥伦比亚对大家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熟悉，但是我有朋友在这边工作了2年，和我说你一定要来，他和我说如果你要学西语的话，一定要来哥伦比亚，因为这里的人是最最最热情的。在 Nueva Lengua 你不仅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西语，当然你还可以认识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，而且这里的老师也非常非常的 charity 当然是这里的人的热情，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国家当地人会有这么的热情，所有人都愿意跟你交流说话，当然这对学西班牙语也特别的有帮助。如果你要来南美洲旅游，首选一定是哥伦比亚，如果你要在哥伦比亚学西语的话，首选一定是 Nueva Lengua。